还扶一直嘴炮，还扶一直嘴炮，有时候越玩心情越差，觉得好多人好可悲，在网络世界嘴臭，那网络世界就是讲话不需要负责啊。我建议你啊，我建议你开局就斜线 mute all 就行了。真的，你如果只是想要享受 low 的乐趣，你开局就打斜线 mute all， 斜线 mute all， 然后开始玩你想玩的就行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很简单。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差不多啊，所以有时候你针对那些人，对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但是我提倡的就是，外面实在太冷，我还是去洗澡好了。叔叔加油！好的，阿宝，等你洗澡出来，我相信你就可以看到我威猛的那一刻啊！谢谢这个阿宝，怎么一出来零时三零？嗯？睡到十一点才起床 ，QQ。刚好可以看我直播，蛮好的。谢谢少轩的七十五块哦。怎么大家都走七十五块？是预期我今天会加七十五分，是不是？你们被打扰人上路啊？还吊打我们的达瑞斯？什么意思啊？打扰人上路的这么猛？三杀哎、欸？什么意思啊？助他吧。哎、欸。牙叔也可以跑线哦，我还提醒了，他们自己小心点啊，我真的动不了啊。上路爆炸哎、欸，达瑞斯居然被打成猪头哎、欸，太离谱了吧？这是一个整人的游戏吗？天哪，这句话真好用，不但神，神的老婆也是很会做效果。又单杀，黑打二哎、欸，又看着上路被摧毁，这真的是一个整人游戏啊！系统叫我们不要再玩中路了吧。阿卡丽可能在会心好一点，打牙术我就觉得可以再偷钱了。这是一个直接下一局游戏。I'll kill you。那有必要？啊？啊、为什么可以打我？我被飞斧接大绝了，太猛了吧！还好他们开送，遇到伊芙琳了，哎，毁灭。这里就杀一个伊芙琳。啊，被打大绝！哇，这没中。太可悲了，史黛丽。嘉义的小泡芙，生日快乐哦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小泡芙。一枚小泡芙啦！哦，是一枚小泡芙啊，不是嘉义小泡芙。啊、哦，来者来者，一枚小泡芙。这局感觉还能玩，虽然上路差距有点大，但我认为 AD 上路就是不强。除了范范姐以外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范范姐以外的 AD 上路就是不强，有没有？直接毁灭，进节奏了，这把要发力了。一个皮，直接交闪。啊，没死 ，OK 死了，超赚。我们的火力很强，哇，这个会被挡掉哎、欸！哇，没中，没事死，拉克是 Q 的好，感觉这个拉克斯不错哦。我们中路跟拉克斯两个人配合合作无间，对面一堆法师啊，我直接上泡泡，这样就不怕伊芙琳了，步履一下。哇，这么准！拉克是外挂吗？吃八吧，不要急。不吃吗？哦，
恐惧吃屎。OK。我想听英文版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没小跑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伴随着快乐的生日歌，我们这把要获胜了。那怎么都没有投啊？感谢各位大哥，你看他也知道他很废，被 carry， 难得我们也是会遇到有点礼义廉耻啊！啊，我觉得这局我很安全呢、欸。你们想想看，我那个泡泡杀不了我、啊，这肯定直接上课啊！直接上课，直接享有10%跑速，我们跑得超快，雪球就是这么滚起来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去 BD 啊？怎么达瑞斯又死了？我们一定要守家、啊，不能不守啊！这怎么不守？两个都 TP 过来 BD 了，2-2，可以了，可以守了。终于太急了。我招的轰道要慢慢等啊，我那个招又不是马上有伤害。哇，这也能招！他们一定得守。衣服灵魂在我这边，我得走。我们左卡右卡，吃来上快。一个大绝卡他们，蛮赚的。打的时候看后排，确实，我们后排很重要。后这把要看我靠我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看我跟拉克斯。圣光美的牙膏，可悲，他爆炸了，他已经炸裂了，他进不了场啊！入出坦装，这把也不再跟我是啊，拉克斯比较 C 啊，说实在的，但我玩得很小心，我不送啊，该做事也做，啊？哇！又被卡住了，没事没事，爆裂，别输24等，哇！是恐惧，秒解还是送头？炸弹魔能干嘛？吃死喽，炸弹魔！嘣！我常打完。没有什么头，但是伤害很高哎、欸，是我太善良，从来都不伪刀吗？真的是善良小死，有头可捡。死了，嘣，差点嗝屁。等你洗澡出来，我相信你就可以看到我威猛的那一刻。这把要发力了，我出来0430，太可悲了，太猛了吧。
然后嘣，呆了，差点隔壁。